Hello，我是 Jensen，今朝是2021年8月8号，星期天。今朝我想讲一幅我的水彩画，画的是哈佛大学。2019年，我到东岸去了一次，从旧金山先飞到纽约州，随后在纽约州逗留了一段辰光之后，再到纽约。在纽约，我逗留了一段辰光之后，在6月初，我从纽约到了波士顿。到波士顿之后，我坐地铁去参观哈佛 University，哈佛大学。这个就是哈佛大学的主要所在地。那么我画的这幅水彩画呢，个位置呢是辣搿地方，辣搿条叫 Cambridge Street 搿搭一条马路的门口，而搿扇门望出去呢。也是哈佛大学领地里向的一个叫 Harvard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Scientific Instrument 这个 building。具体的位置选了搿搭，搿搭是门，搿个是 Cambridge Street 对面。就是个简称为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一个 building。好，就是个专门。我从里向向外面拍了一张照片。我拿搿张照片作为一个 reference photo 来画一幅水彩画。主要原因，首先吸引我的是辣前头搿个一片树荫，特注意洒下来的阳光，随后是搿两扇门的门柱子，红的。据说哈佛大学有廿五个搿能样子的门。葛末每扇门呢，基本浪向侪是红颜色的数字，特是大铁门。搿搭望出去以后，搿条马路走光的，就是 Columbia Street，而对面的搿一幢 building 就是刚刚讲的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。也是属于哈佛大学。搿张构图是 vertical，或者叫 portrait，就是立式的构图。立式构图呢，辣辣我素材的过程当中呢，在选择当中呢是比较少，一般侪是我横幅的。葛末搿一扇门是直的。而且这个特色呢是搿能样子构图呢，我就画成功一个立式的一个构图的水彩画。辣顶部全部是树荫，辣辣后景搿个树全部辣辣明亮的阳光下头，侬看搿色块全部是暖色调，带黄带绿的。搿幢建筑物。辣背景的也蛮简单，迭个一块走光，迭一块是阴影布，就是搿能。葛末我搿幅建筑物个辰光呢，主要要画准伊个 perspective 透视，也就是讲伊迭个斜角斜下来斜线要画了准确一眼，而辣辣搿细节个。个窗的
框框搿个部分呢，勿需要我来介细，有个感觉就可以了。搭搭有部货色车，搿是运货个 Penske 蛮出名个搿只公司。那随后呢，有几个人走出走进，辣阳光下头，特子辣阴影下头侪有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树枝上头两个雕塑，搿形状像杯子，也是吸引我个地方。因为是有眼请，所以呢，搿个顶部到搿只顶部呢，是一个斜线，度数大概10度左右。搿两根柱子也是有高低的。随后，搿两扇铁门，侬看铁门个非常粗犷，非常坚固。搿搭是一部分。因为搿角度关系呢，搿个面比较大眼，但是看得出伊个结构，上面有的像尖一样的铁管子竖上去、竖上去，搿搭有个只竖杆。好，现在看我搿幅画，我搿幅画处理画得比较松。主要表现，我刚刚讲过，我是要刻画前头的树荫。侬看搿树荫，我画呢是基本上没拖泥带水。搿树荫里的颜色有暖色调，有冷色调。照片里的人物比较多，有五六个。而我画呢，就画两个人，一个进来，一个出去。辣处理上头个两个雕塑个辰光呢，搿只隐隐约约，但是看得出外面个形状，搿只就画得比较清爽一眼线条。随后两根树枝搿搭有眼枯笔，搿搭一条线条要线呢要使得画得比较挺括，所以一笔头拉下来。因为要表现个树枝个搿个垂直度，外头搿幢房子、搿幢建筑物，我基本浪向没刻画细节，稍稍有淡淡个两笔斜线，以表示伊个透视。另外就是辣辣受光面下头个搿一片树呢。稍微画了两层，受光的，特子背光的，搿搭有眼背光的，里向阴影有眼树枝，而上面搿两棵树呢，就是比较loose 了，画了比较松了。再看看，伊搿基本上一块，搿搭有眼透过来个天空。迭、这个侬处理辰光勿需要太过于精确。搿搭有眼天空，我留了多了眼蓝颜色，使得伊变化色彩变化大眼，下头光个、葛末最后面个搿棵树，基本上就是两笔浅个颜色，就是吃着光个、黄颜色，特指搿搭个暗绿颜色，就两块。实际上就表现搿个一个地方。至于树干、树枝就勿画了，有两笔。搿搭一部货色车，隐隐约约看得出是一部货色车辣强烈个阳光下头。好，迭、这个就是我画搿幅哈佛搿大学个其中一个部分个体会，谢谢大家。